南韩团体 TWICE 将于10月20日迎接出道6周年，日前也推出首支英语单曲进军国际，并于1号公开主打歌 The Feels MV。 MV 公开短短几天便突破3000万观看人次，并迅速登上全球推特趋势排行榜，可见他们的超高人气。而为了配合新歌曲调轻快风格，圈们分别以露肩露腰及晒美腿等打扮登场，其中那莲身穿中空小可爱配上迷你短裤的啦啦队造型最为性感，九位成员青春扮相获得网友叫好，纷纷直呼全看晕了。另外 MV 尾声更张贴海报预告 TWICE 将于11月推出第三张正规专辑以及第四次巡回演唱会，也将于稍晚时间公布详情，引爆粉丝期待啊。